你们还在整呢、欸？太多了吧？等很久，还在挂机耶？哇，折屏吗？对，他们好早就着了、哦。他们现在一定就是在聊天，就没有在做别的事，绝对就只是在聊天而已。说，有人说笑，讨论等一下什么时候开还愿，好不好？酷酷的是在聊别的，已经开了啊，都开了，画面抓好，所以已经开完了。对，我可以查，赶快查一下台有没有，说你 stand by 好了。我一直卡、欸，你们会卡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！你叫你不要安装嘛，哈！我没有安装哦。难道要载别的东西吗？可以说，你们一定开始讲不要玩，一定一开始一直讲着要拿冠军，因为我们一直想着要拿环，要玩环，然后我们越活越久。哦，有分进去，真的是越活越久哎、欸！我们前面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你怎么没有玩环越的，马上就死了？土哥掉油喽！有啊，我们到后面有比较在关注自己会不会死啊什么的，然后那就爆了。我们不应该转念的。对啊，转念就爆了。我们刚前面念就爆了，当你有想要拿冠军的心就会爆了，是真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前面去秋风，我们是找你们，就纯粹想到、哦、打架打架，就根本没有想什么，然后哎。欸就把他打爆了，你们偷袭我们，我们当然被打爆了。不是啊，一拳看到我傻眼很久，他就不他干嘛、啊？对啊，我是我关心，然后就香消玉殒了。因为你们那边传来爆炸声，我说哎、欸、很近哦，这边要不要干？我说好，走走走，要不要干？就是我真的以为你是哭工哎、欸，想哎、欸、这哭怎么好像黄黄的？哭工黄黄。这样不能穿金装吗？哭工怎么好像有点矮，有点黄。有点好、哦。啊，为什么他们只有两个人啊？另一个人跑去哪了？在后影院吗？另外没有，巧克力他们这边吧。对啊啊对啊，汪汪还在。刚就两个人跑出去略杀吧。嗯。略杀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那吉这边怎么也只？哎、欸，也太远了吧！汪汪还在。哎呦，二一分推啊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他要去地表了。哎呦，大家来喽来喽，那吉对吉好了。哎呦，那如果他们去地表，这两个这个兄妹俩，如果不蹲着聊哈，等一下被看到哦。要不蹲着聊被看到哦。哎呦哎呦，地表那么近。人要来了哦，赶快出！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容易被压掉了、哦，他们的手头会被压掉哎、欸，不用蹲喽、哦哦，他们在安全区里面，不用蹲喽。看到了，好，泡泡。我觉得这个出入口有机会被压掉哎、欸，有可能。泽平开始动了啊，不太可能，这里太安全了。他们动啊，他们动啊，他们在哪里啊？他就要预估惩罚了，他就要预估惩罚，谁被看到？哦，他们跑上来了，嗯、看得一清二楚啊，感觉看到了、哦，又一点，他们是约好一起吗？你说谁跟谁看到？阿吉看得到黄队啊，蓝队跟黄队看到了，对啊，蓝队分好开哦，哦，对吧？跟蓝队分的有点，对啊，蓝队分很开、欸，要趁现在、欸。我整个跟他们脱离啊，他们是吵架是不是啊？哈哈，啊狗就不能吃巧克力哈？一个想拿冠军，哈哈、哦、他们跑出来，他们跑出来了，兄妹俩出来了，兄妹俩出来了，兄妹俩出来了。哈基在犹豫吗？觉得汪汪是会死在下面啦。汪汪那不再不上来会那个呢？在中间，汪汪根本不知道上去的路在哪。哦，只有哈基哎、欸。对啊，拍下面了哦，快点！巧克力应该去带他吧？对啊，而且他们刚刚是挖破，然后悠悠上来，汪汪怎么会知道在哪里？哇，分开了，分开了，哇，分开了，急破的好机会，哇，跑掉了，足够急破，足够急破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在动啊！他们要坐船去中间吗？好可怜哦，这只狗狗迷路了，找灰队哎。你说谁？哦，对，我看到了，有有哎、欸，他们要汇合了、欸，他们要打起来了吗？这打不了吧？不要吧？要打了，要打了。他们在同一个岛了，哇！没有啊，只是没有吧？你看错了吧？
有啊，灰队，灰队也刚来这一座岛，很远过了，刚过了，跟黄队同座，黄色，不用蹲，还要蹲呐、啊？你们两个是太久没玩了哦，在发光，俩在干嘛啦？会亮啊？没有，他们只是换阵地在这个树下聊天的，继续聊，再聊，等一下要怎么玩？结果他们剩两个，他们在巡捕羊驼啦，白痴！谁啊？几个都骑了，蓝队集合了，蓝队集合了，骑羊驼，荷兰骑啊！哇，三国打人了吗？三国鼎立了，蓝队要去收头了，蓝队要来打那兄妹俩了吗？要来打兄妹俩了！哇，冲很快，啊，冲过来了，冲过来要收人头，收人头。来了！哇！看到了，又跑了，他们跑！跑到灰队那里，要往灰队，想要一起打。哎，蓝队分好散哦，灰队会不会接受他们呢？蓝队分好散，接受一下啦！快蹲蹲！哦哦，等下蓝，哎，快点，孙刘联军追了，要河流了。要河流了，河流，三国什么？哦，三国鼎立了，哎，真的三国鼎立耶，真的，哇，终于结盟了，哎呦，现在是你看我看你，现在只要谁动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抓哦，他怎么冲出去了？不要强出出头鸟，都不敢动，稳住，都不敢动，谁在附魔？巧克力，他们好悠闲哦，有够悠闲。冲在最高，哎，会不会是？哎，巧克力，哎，又退，晋级了，哎呀，想打了，中箭了，打，哎，灰队在干嘛？灰队要来了，要去摸了，灰队要去摸了。这个趋势感觉是有两国已经合在一起啊。对啊，是的，赤壁之战，赤壁之战，对，不知不觉合在一起了。岩浆剑，岩浆剑，小雨，黄队，小雨你要干嘛？不要过去，让他进，让他进。烧起来了！有人烧了！吴彦剑，没事，吴彦剑，哎呦，可以慢慢过去了。打起来了！灰队不要看戏啊，帮忙啊，灰队！小雨，再打了，哇，正宗太硬了啦，正宗太来了。快咬死他！快咬死他！三个咬一个！咬他一个！三咬一个！阿吉，谁？阿吉上起来了！阿吉从跳下去！哎呀！哎，后面有一场秒混乱，混乱，大家跑太快，太混乱了，混乱的，打不到人。哦，有了！没了！差不多了。装备差，哇，正装太猛了，差超多，太好笑了，还在跑，哇，吐血啦，正装好猛哦，结束了，正装太溜，差太多，结束了，对啊，装备超下来喽，好啦，太猛了，我还愿喽。太快了，一直转，怎么玩啦？太快了啦！这只是表演赛，这表演赛而已。好，去玩还愿了。厉害，我这么看好你。好看啊！我们大家下一次想玩久一点，我们就挖掘减速，然后走。不要，下次挖掘减速吗？太累了。可以想还愿。可以看统计吗？统计。鱼骨小子，鱼骨，不止吧你们，不止吧，一模一样哎，我们这还是一起好啦，一起，太扯了，氪金居然是繁星，当然是我，繁星超多金苹果了，五颗嘛，哎，我们这一队总共大概快15颗吧，好多，每个人都好多，超多的，45颗，对啊，挖到45个，超多，哇，超猛，大富豪家，你们超多赚的，也是啊，其实好多，他们我们这一队有24颗，耶，哇，20。太扯了，太扯了，是25颗，他们就直接衣服、裤子、斧头全部都钻石。对啊，
可是砍不到那个速度太快，是不是？砍不到，砍不到人，是不是？对，速度快，太快了，砍不到人。就在那边绕圈圈，绕圈圈。汪汪！哇！杀杀杀！刷刷刷！刷刷刷！哎，厉害！加速事件，让大家早一点休息。不是我们没有休息，没有休息。这个是大家都要。我们为什么不早点让我们休息？好，今天很快就结束了，已经提早下班了，可以了，提早下班了，大家再见。也不用选雷神了，全部人都是被劈的。惨死啊！真的，被打的，每个都被劈。哎，瑶不是掉进那个吗？唯一没有雷神的一季。啊？不是说瑶掉进岩浆吗？我是没看到。不是瑶啦，法师。法师哦，法师到。踩岩浆，自己放岩浆踢踩，不知道干嘛。没死就没死。法师有什么意见？哎、欸，你都没有带到镜头，要踩一次啊！我都没看到，没看到啊！后面我有，还有他没有办法、啊，真的下，下次再踩，下次再踩。啊，可以下班了哈！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拜拜了，拜拜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那个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今天过很久是那个元宵吧？元宵节快乐！没有那个古代过年都是过到十五号。巧克力好硬哦！大家拜拜！天哪，歌词解散，解散，拜拜！啊，哈基想干嘛？啊啊！哈基，呆呆，买起来！哈基想干嘛？游戏宅起来，游戏买起来！哦，今天好，哇，嗨，先来巧克服玩一下，因为等一下有活动。啊，水里你下班了没呀、啊？对吧、啊？等一下还有还愿呐、啊，可是感觉其他人会先玩。啊，我们家秘书就叫我来参加，我想说就先抢那一波。观看数啊，他就坚持要今天晚上啊，我就好啊，我就答应啊。水亮，水里嘞，水里嘞，然后挤了进来。哇，我好饿哦。谁打八八啦？还没有要关台啦，乱骗人！小客服啊，你走的拜拜哦。你还没好，你看，不然我还愿玩到一半又开麦快吗？也不是啊，你看对不对？我今天就是跟你讲这件事情啊，不要催我，我就是要催你啊，不然我怎么玩？帮我先打开嘛。啊，你要什么时候？来看到还愿，一大堆人都在玩，玩。干嘛？这个，好，我先安装游戏哈。来补。不是啊，我先玩到一半，你突然又要活动的话，我不是就要再挤一次？我知道啊，可是十点后我玩到一半，不就又要切回来了吗？好啦，我重用，那我先关哦，等下再重新串流，这样我记录档比较好分。请问还愿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大家就知道了。